脚腕这边没有很重要啊，他卡在这里很矮嘛，很窄。你要进攻不好进攻啊，21公里的城墙，这个前面它有一个绳索哈，钢绳呐，钢绳哈，两边拉起来，奥斯曼的军队没有办法进来攻拜占庭，历史上就是这样啊，这前面哈窄的地方它拉了一个钢索，那我们这边叫旧城区哈。如果你看那个资料报道啊，旧城区对面有一个塔叫 Galata Tower， 翻译叫加拉达塔。那那一边就是新城区，它是这样分。旧城区就是皇家的所在地啊，圣索菲亚的所在地，把它成分做旧城区啊。那对面叫新城区。这一条河啊，这个是一个海湾啊，不是河，海湾啊，它叫做金角湾。这个教堂的左手边有没有教堂？在伊斯坦堡它是共存的啊，有时候教堂旁边就是清真寺。